是要斩妖除魔，以泄老百姓心头之恨。对皇上来说，定我的罪比做任何决定更难。大胆！是贱人，你越说越过分了。他是覆灭国家的魔鬼，该杀！朱阳前，杀了皇上！朱阳前，微臣愿为皇上分忧。皇上，为什么不说出其中的难言之隐呢？皇上，一切已经不能回头了，你就做决定吧。不，朕不能下这个决定。我们的子民已经被拜月蒙混，皇上和我已经做不了什么。青儿，你叫朕怎么下这个决定？这是死罪，这是死罪呀！杀了皇后。国家神圣的代表，女娲的后人，你们怎么可以处死她？啊！她是冒牌的女娲后人，亵渎神灵的女妖，真正亵渎神灵的是你！那道士是谁？难道皇上真的以为他是你普通的朋友吗？朕绝对能相信，青儿是贞洁的。肉体是贞洁，那么灵魂呢？难道皇上从来就没怀疑过吗？你们不可以杀他。但如果他是妖怪呢？不可能，口说无凭。就让微臣证明给皇上看。当洪水淹没整个南诏国，后人的你，难道不会献出你的真身去拯救你的子民吗？